新闻继续来看，是伫个嘉义市有一台小客车停伫个路边，车主是徛伫个车门边哦，将这车门开了阁关，关了又阁开。警方动作讲，这名驾驶是需要到三工，前往询问的时阵，却意外来发现讲哦，这车内底有钱阁有毒品，所以这名车主是以违反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和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来依上法办。北门派出所所长吴彦宏带队执行顺风专案勤务，在半暝啊两点外，文化路上停有一台小客车，驾驶就伫路边，另外车主煞徛咧门外，一直关车门。巡逻民警以为驾驶需要来协助，前往来询问，煞目睭真金，发现着驾驶伊的面容是真奇怪，也真意外在车内查获着枪支甲毒。那他那辆车子怪怪的，会自己上锁又会自己解锁，所以他非常无奈在那边试开关车门，看能不能车子会不会恢复原状。结果因为他的一些异常的行为举止，然后因为这样被警方被拦查，然后被查获，他也相当无奈。驾驶座边啊，还有留有安徽他命缺失工具一组，另外在伊随身的包包内底发现着枪支三粒，虽然表示伊家己不知情。江青是朋友所寄放的，但是被警方查获，也要依上来侦办。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场报道。一个是啊。